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左右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现在要准备吃晚餐了。今天我老婆一下班就赶回来煮，然后她刚要给我看一个东西，她有发现一个什么东西，妈妈。这个。彤彤也要想看。妈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马铃薯。这也太小了吧？而且上面还发芽了吗？我还没发芽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一根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把这个放在土里，它会变大吗？我也不晓得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们家没有地，没有这个环境。你可以用个小花盆啊。要收集土，就留着、啊。而且发芽的马铃薯是不是就不能吃了？有毒。好，然后你要再挑战一次倒酱油吗？我好啊，嗯。还是要等彤彤装完这个。彤彤装完，你先弄。我想要倒饮料，我喝水好。不要饮料。我喝水不行，今天不是假日了。喝水，一起喝水。你刚刚已经喝了妈妈带回来的百香果茶了耶，你忘记了？啊，有咖喱，我要咖喱。不是，那个是马铃薯炖肉，炖肉也很好吃。马铃薯。你刚刚厕所的灯忘记关，你先关，然后来坐好。我有关啊。是我啦。哦，是妈妈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坐好吧。我先帮你。哦，错怪你了，误会你了。我记得我刚关门之后就。你要吃一块它的肉吗？没有骨头的，很嫩的。你不吃吗，彤彤？是鸡，对不对？对鸡，对啊，彤彤喜欢吃鸡。我记得跟他是鸡什么？跟猪比起来，彤彤喜欢吃鸡。然后我要帮彤彤拿杯子，彤彤你喝水，跟我一样。然后今天不是假日了。皮蛋要吗？皮蛋是什么？皮蛋。彤彤坐好。皮蛋。来，我帮你调。皮蛋。我帮你调。我跟你讲，皮。啊。然后。再帮彤彤皮加一点冬粉，皮加一点蔬菜，加一点冬粉，救了自己。蔬菜放旁边，然后冬粉要吗？咕咕冬粉。不用。炸酱咕咕冬粉哦。不用。那爸爸帮你装哦。好，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菜？我现在是个瞎子。哦，马铃薯炖鸡肉，然后我把那个炸酱。拌那个冬粉跟菇，红喜菇，然后炒个菠菜，然后一个皮蛋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老婆煮的晚餐，谢谢老婆，妈妈辛苦了，你尝。这样放了太多吗？嗯，再少一点点。老婆辛苦了，换你。妈妈辛苦了。抱歉。好，然后我去拿酱油。我那个皮蛋已经夹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拿？我想拿酱油，我潜意识就拿成一个汽水出来。我刚才跟彤彤说，今天不能再喝饮料了。我是要拿酱油，可是我的身体却自己拿了汽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虾子吗？那是虾子吗？就是看不见，看得很模糊啦，还是可以看到啊。爸爸，我帮你装一点菜进去你的碗吗？好了。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，太多了。没有，太多了，没有。他集邮在那个角落，他是在角落这边都没有。感觉很多集，他在这边，这边是空的。我帮你加一块白豆腐给你，像他还没有过来的时候。等一下吃完饭要去倒垃圾。白豆腐。好、哦，菜你要自己夹，宝贝啊。我还是我看一下我的眼镜能不能戴了，要不然这样子盲吃。我眼镜这边，我刚刚用三秒胶，这个鼻垫的地方断了，我用三秒胶重新粘了。我这是粘很厚，粘半个多小时应该可以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轻轻的摸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像可以了，没有刚刚那么晃了。我就戴起来好了，要不然盲吃。其实我看得见，只是模糊。你是近视了吧？我是近视啊，那你要靠得很近视。对啊，不要，我戴起来。不要，我还可以靠着这样都看得到。对，我戴起来，戴起来。你看我这是粘很大一球，你看到吗？对，这边白白的，我这是粘很大一球，因为它那个接合点实在太小了，就是这个鼻垫这一条很细，就跟一条绳子一条线一样，那个很难粘，所以我就是。粘大一球，终于把它算是有粘住了啦。然后这个要，但是只用
前就有这个感觉。对，但是它其实很晃，稍微用力一点可能就会太用力，粗暴的对待可能就会掉，要很小心的用，要撑到我的新眼镜来，我的钢弹眼镜。好，耶、yeah, ，重见光明，对，德姆眼镜，重见光明。我不戴眼镜都不认识我了吗？会吗？还是认识啊？还是认识吗？看衣服了啦。看衣服、哦。不是看脸哦。好，开动！我要扮，我要淋一点这个汁，变成烩饭的感觉。不用淋太多。好。看多顺手。分你一个萝卜。我已经有一个了，分你一个。你说这口味比较重吗？嗯。哇，你这看起来好吃哦，你那个。冬粉跟豆干是你自己想吃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我想说收下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很好。就是你，哎，完蛋了，我就没带。对。拿出来我才看到想吃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根本上一带就掉了。妈妈先帮你夹一点，然后你吃完想吃，妈妈再帮你夹，好不好？好。先试试口味。不管了，掉我也带。你不要吃到肚子里吗？很松，就是一碰到东西它就被挤开。不能碰到鼻子哦。对啊，鼻垫就是要碰鼻子，不碰鼻子，它被挤开了、啊，它整个被挤的偏一边啦、啊，它根本都没有固定的效果啊。把它整个都粘起来啦、啊！我已经整个粘了，它一碰到鼻子就整个，就整个被挤开。一整个小零件就把它全粘了，我已经全粘了，真的。不是，我是说粘那个，你要粘一个小牙签在旁边当它的那个吗？啊，你说我把这两个用橡皮筋绑起来什么之类的吗？这样很丑。不然就是你像骨折一样，在旁边帮它放一个小支架去粘啊。哎、欸，好主意哈、哦。他说把它粘到我的鼻子上好了。你到过去买那个隐形眼镜。撑着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月戴眼镜，这一个月戴隐形眼镜吗？不用了，我假装。我个人是觉得你把你以前的眼镜拿出来戴。以前的眼镜哦，你有留着吧？是有了，可是很重，我不喜欢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假装有鼻垫，好，再撑一下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很好，可是我这边的完全是被挤开的，妈妈看就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鼻垫完全是被挤开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牙我看才看到。看到了吗？这完全是被挤开，根本没有支撑。我们应该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反正是夹住鼻子。它被这样。宝贝，你要点东粉吗？还要。注意彤彤，近视眼是非常不方便的，不要近视。彤彤，那个蔬菜要自己夹哦。记得彤彤，爱护你的眼睛，就不会遇到这种烦恼。你都怎么做近视的？我是国中的时候吧。对，好早哦。对啊，而且我那时候我跟你讲过我近视的故事啊。还很羡慕班上同学戴眼镜、嗯。班上那时候已经很多，陆陆续续超过一半的人都近视，只剩下对妈妈听过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听啊。傻傻的羡慕，不用羡慕人家戴眼镜。我们也幼儿园戴了。这么小哎、欸，才幼儿园哎、欸。没有，有的是视差在调整。还有机会救回来。嗯。我没有看过他拿下来。有的是假视近视，因为要调整，他不能拿下来。嗯，拿下卫生纸。我们班有人已经中班，我中班你看他戴眼镜戴到大班。嗯，那要戴很久，因为要调整。我想要戴一点。你看，我一戴到鼻子上面就整个歪掉，这样看一下很清楚。嗯。这鼻垫就整个，整个歪掉，这个整个上下被挤歪了。可是你饭还没吃，我怕你饭吃不完啊。这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效果。妈妈才想说慢慢帮你补充啊。它就是这样垂垂的在这边。蔬菜有吃吗，宝贝？都吃完了，夹给我的都吃完了。那你自己夹的呢？你自己夹蔬菜吗？好奇怪啊，很奇怪吗？你再不吃饭。啊，不是，你可以看我鼻垫，很奇怪吗？这个。不专心看就不会啊。你看一下。
整个跑到鼻子上面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跑到那个被挤到眉毛上面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发现吗？知道了。跑到眉毛那边了，这个右左边这一个，右边这个，这边，好好笑。对啊，根本没有固定的效果。我昨天我们两个吃完，爸爸还在跳。对啊。很倒霉。你喂只小熊来。好。你还有马铃薯吗？还是你还有马铃薯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吃完再放你补充。不知道。嗯。还要撑，会不会？我希望好，希望我等一下去信箱看，他就已经寄来了。那好久都不知道。你寄来还是要让他去配，不是？对啊，寄来只是镜框跟一个兑换券来。你拿拿着镜框和兑换券再去门市帮你验光。你有试试看那肌肉吗？那我要配吗？啊、你不用啊，你怎么配？会嫩吗？为什么墨镜啊？墨镜你已经有啦。为什么有钢带的啦？没有钢带墨镜啊。哎呦，我那个是二合一的，钢带它上面可以挂一个墨镜吸上去。这肉超好吃的，谢小波。那你。我有种被敷衍的感觉。真的好吃啊，很好不好吃？他没有吃鸡肉，你要吃一块。我记得彤彤喜欢吃鸡肉胜过其他的肉。他是要炸的。因为猪肉比较会有那种它咬不动的那种筋啊，鸡肉其实不太会。鸡肉顶多就是什么，就柴。柴怪哦。柴就是干干的。牙齿很柴，什么意思？爸爸很柴，干干的，你不都干干的？东本很柴，用来通常用来讲肉嘛，比较少用来讲别的东西，大部分都用来讲肉。你说爸爸很柴，是爸爸的肉很柴吗？彤彤的肉很嫩吗？你有吃过爸爸的肉吗？有。爸爸的肉好吃吗？好，又长出来了。又长出来，哎、欸，对，我烫伤都好了哈，头皮都好了，不知不觉。另外一只手吗？没有，都好了，把两只手脱。没有，全身都脱了。就脱光了，就等于好了，对不对？脱完一层皮。全身都脱光了。有人说彤彤是好的聊咖，很好聊。你觉得彤彤好聊吗，妈妈？彤彤好聊吗？聊是什么？聊天啊，很好聊天。还是摇篮剧？那没有，没有。啊啊！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？穿上去了，我的鼻垫穿上去了吗？啊！哇塞！鼻垫垫垫，粘不住了，这太细了，我拆掉了，直接戴还比较好。你要吃玉米汤吗？拆掉了。玉米汤吃喝。我拆掉了，我去拿个卫生纸。受不了，粘了半天跟没粘一样，我就是戴一边的就好了。比较好的。哎，这没有办法，可能要焊接的，他把焊接住，三秒钟没有办法。要用什么那种电焊的？不可能。7:20，我先下去倒。热色车不是8点吗？7:30吧。热色车哎。对啊，不是7:30吗？有那么早？对啊。好吧，你吃完了。对。好。那我就先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我老婆今天她要先去倒垃圾，好满哦。对。
对啊，我在那边一直在意我的眼睛都没有认真吃，我要赶快认真吃了。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大家拜拜。对，不用在意了，就是坏了。祝福大家。眼睛都很远，不是还都看得见。就是坏了。眼睛看得见，然后远也看得见。对，就模糊一点而已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等会见。都一样。